郭天民将军的本名是叫郭基奎，湖北黄安人，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。郭将军很小就非常的聪明，在当地的学校和武昌的学校中上学，因家庭的贫困不得已辍学在家。19岁那年，在黄安的组织负责人董觉生的介绍下，他报考了黄埔军校，进入了军校中学习，于次年加入党，并于不久后参加了广州起义。